四月六日的爱奇艺青春有你决赛还没有结束几天， UNI 组合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行程。这不，就在昨日， UNI 组合正式入职爱奇艺青春中心，尝试刷工牌，在会议室线上翻牌青春制作人，可以说是体验了一把上班的感觉。而回复翻盘的内容，从秀方圆到另类回复粉丝，全方位地展现出了九位训练生的皮孩子属性。据悉，此次的拍摄内容也将被用于 UNI 的团综当中。青春制作人们一起期待上线吧。爱奇艺娱乐北京报道。